奉他同修祖宗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莲华生大士。奉三次，请吃上面。奉同修祖宗南无莲华生大士。一次啊。我請嗰只叫佢唔掂，呢近咗，發個波以上。是尊越来越大，尊师。买一个买，强加买一个。奶奶买牙齿，听到是尊牙齿，欢迎。你冇講我牙都唔記得咯。佢今晚啲時候變咗陣。盧文祥，跟明尼法師說啊。明尼法師，明尼法師。元起上师今日收莲华生弟，唔该。
阿弥陀佛，大家好，我们同修的时间已经很接近，如果还没有座位的同门，请你们找位置坐好，保持肃静。应该师尊很快就即将莅临了。等师尊莅临时，请大家一起常规合掌，一起问候师尊好、师母好以及大家好。那么今天晚上的同修主尊是南无莲华生大士，同修的主尊是莲华生大士。我们一起问候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恭请圣尊生法王座。请师母、诸位上师上座，法师、贵宾、同门、善信、大德就座。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要自我介绍的请站起来哦。龙边，要自我介绍的。我叫关杰文，是来自于广州跟香港的。欢迎您。师尊、师母、上师，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来自台湾高雄大义协会，去年就来了。阿弥陀佛，欢迎您，欢迎您每年都来。好，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好，各位法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普明的，谢谢大家，欢迎您。后面传到后面。师母好，我是莲花月圆，我来自 Edmonton， 就是我妈妈莲花请开，我儿子莲花请婚，欢迎你们。师尊好，师母你好。龙边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如果没有的话，请传到虎边，虎边这边有吗？请站起来哦。好，把麦克风传给他。我是印尼耶加达，我是
这个莲严法师介绍的。欢迎你。师尊好，师尊好，师母好，我是从英国来的，她是我的女儿，我是莲花雍华，她是莲花明师。欢迎你们。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师尊好，师母好，我是原来是中国北京来的，现在长期居住在西雅图，是那个张学贤先生介绍我来的。欢迎您，传到后面。师尊好，师母好，各位同修好，我来自中国大陆东北，我13岁皈依。法号是果灵，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然后是莲云法师介绍我过来的，谢谢。欢迎您。还有吗？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好，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修。同修南无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开始，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焰佛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法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唵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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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咕噜莲生悉地吽。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唵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娑哈，唵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娑哈，唵瓦若拉耽诃诃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兰唵嘟噜嘟噜德维娑哈。念招请咒：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唵啊吽娑哈。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甚冕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引二拜诸菩萨。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唵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散引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手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上供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主尊：南无莲华生大士，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空行，下师六道众生。
愿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夜，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证菩提。Om Sarva Tathagata Itta Mugurunana Menchana Kaniniye Dayami。做是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一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珍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是皈依咒：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格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辟教护身，持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持咒嗡波利兰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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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波利兰遮利。恭诵高王观世音真经一遍。高王观世音真经，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金光明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报身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属根花王佛，西方造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保守佛，下方闪击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持有于一切众生，各地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身菩萨，念念诵此经，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成得，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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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念七遍往生咒：
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得呀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色耽波比阿弥尼陀比伽难得阿弥尼陀比伽难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所结根本传承上师手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此根本传承上师心咒108遍，先做此念珠观想。此咒。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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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Om Guru Lien Sung Siddh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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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Jie Lien Hua Sheng Da Shi Jin Gang Yin. Xian Guan Kong. Lien Guan Kong Zhou. Om Sobawa Sutta Sarwa Dharma Sobawa Sutto Hang. Om Sobawa Sutta Sarwa Dharma Sobawa Sutto Hang. Om Sobawa Sutta Sarwa Dharma Sobawa Sutto Hang. 观想一座蓝色的月轮从同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显现在虚空中。月轮中有一个红色的种子字泄字放粉红色光。观想泄字旋转化为莲华生大士戴宝冠身粉红色右手持金刚杵左腕夹着三叉杖附坐于莲花叶轮之上其左手托天灵盖 盖中城堡及甘露。在观想行者自己的天心有一个 Om 字放白光喉轮有一个阿字放红光心轮有一个 Om 字放蓝光三光自同色德山莲华光月亮宫处招请乌净莲华生大士在观想莲华生大士全身放射百宝光明百宝光明及甘露水成一弧形照灌行者将行者的一切罪业病苦魔障悉消灭得光明大自在
此莲华生大士本尊心咒108遍。此咒。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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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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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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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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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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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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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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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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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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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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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Om a hom bezakuru bema siti hom se. Om a hom bezakuru bema
시디홈세옴아홈베자구루베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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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시디홈세做九节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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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i Samaye Soha Om Jari Juri Junte Soha Om Jambara Charang Char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 Ahu Sasamaha Lien Sung Siddhi Hum Deya Tha Di Aramora Dora Soha Tha Chun Jajana Tha Chun Runoni Maha Runoni Alamora Dora Soha Tatsu Jajana Tatsu Runoni Maha Runoni Alamora Dora Soha Tatsu Jajana Tatsu Runoni Maha Runoni Alamora Dora Soha Tatsu Jajana Tatsu Runoni Maha Runoni Alamora Dora Soha Tatsu Jajana Tatsu Runoni Maha Runoni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祖，十方世界佛刹陈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遇事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齐请注释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作总回向。生大师，敬礼莲花生大师，敬礼莲花生大师。祈请莲花生大师放大光明，加持幽冥众等往生阿弥陀佛佛果，即请加持一会众等病业消除，即请加持一会众等熄灭灾难，业障消除，病业消除，恶业消除，白业增长，即请加持福分增长，善果增长，修行得力，果位增上，加持敬爱圆满。一心敬礼
乌金第二佛莲华生大士，祈请加持修密进入三昧，修内法成就无漏着佛明点，一切诸法皆能够成就。祈请莲师加持议会大众，能够通中脉，能够开五轮，能够光明显现，能够红光化身，即身成佛。敬持莲花生大士 ，Om Ah Om Bhaja Guru Bhema Shri Hum Sen Om Bhema Bhaja Bhema Hum Om Bhaja Bhema Hum Om Bhaja Bhema Hum Om Bhaja Bhema Hum。敬爱得大圆满。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所祈求皆能够圆满。一切怨敌退散。问，共念三遍百字明咒。Om Bhaja Sattva Samaya Manubhanaya Bhaja Sattva Denupadicha Jecho Mepawa Sut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cha Sawa Karma Suttame Chitambu Siddhi Re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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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a Wen Sawa Tata Kata Bhaja Mami Mencha Bhaja Bawa Mahasamaya Sattva AhomOm Bhaja Sattva Samaya Manubhanaya Bhaja Sattva Denupadicha Jecho Mepawa Sut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cha Sawa Karma Suttame Chitambu Siddhi Re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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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Tata Gata Bhaja Mami Mencha Bha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haja Sato Samaya Manubhanaya Bhaja Sato Denupadicha Jecho Mepawa Sato Kayu Mepawa Sopo Kayu Mepawa Anurato Mepawa Sawa Siddhi Mepurayacha Sawa Karma Suttame Chitambu Siddhi Ren Guru Hu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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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Tathagata Bhaja Mami Mencha Bhaja Bawa Mahasamaya Sato Ahom Pei。 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 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音二拜诸菩萨。 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散音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音是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与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好，我们首先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莲华生大师。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先登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香港杰出企业家纳都雷鸿毅何家。台北市议员切梅沙代表切慧琳师姐。天音雅乐合唱团林玉展师姐。阳光舞共团陈元如师姐。台湾密教总会卢文祥博士。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Thank you for coming。今天我们修的是莲华生大士本尊法。大家都知道莲华生大士的这个，因为他的在密教里面，莲华生大士可以讲，他是灵马派啊，灵马派就是红教的祖师爷啊，红教的祖师爷。但是事实上，在藏地啊，四个教派都很尊崇莲华生大士。因为第一个入藏弘法弘扬密教的就是赤松德真王引请莲华生大士进入西藏进入西藏。那个时候呢，建立了第一座的寺庙，就是双雅寺双雅寺。那么第一座的寺庙是由赤松德真王、莲华生大士跟吉富大师三个人一起把它 建立起来的。那么它的建立是依照中央西弥山等于那时候的遗咒。有四个小洲四小洲，四大洲，八小洲，另外还有七个海，
依照这一种宇宙的那时候的宇宙的观念把它盖起来的双雅石。那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么莲花生大师在西藏一共弘法有50多年，有50多年，可以讲说是他是第一个进入西藏啊的一个弘法的大师。那么他的这个根本上师呢，在人间的根本上师就是斯利辛哈啊，斯利辛哈，也就是大圆满的传承。那么大圆满的传承经过莲华生大师也是大圆满的传承，另外呢还有毗卢遮那大圆满的传承啊，两个这个空行的法教结合起来就变成大圆满啊，把它结合起来的就是龙钦巴啊，龙钦巴。那么林马派一直传到现在，大圆满法应该是属于宏光化身的法啊，宏光化身，宏光大成就的法，它可以寄身成佛，就连身体都化为光，连整个身体都化成光。所以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啊，莲华生大师，他依照他的传记里面所记载，他本身是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合一的啊，身口意合一的化身。他主要的是阿弥陀佛，因为他的身颜色也是红色，那阿弥陀佛都是属于红色，跟阿弥陀佛有关的都属于红色啊，都是红色的，是属于阿弥陀佛的这个系统。所以他的种子日都是谢日啊，种子日都是谢日，你只要看到种子是谢日的，都是阿弥陀佛的系统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三身合一的化身，也就是化学变化，化学变化，你用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搅在一起就变成莲花生大师啊，经常密教里面经常有这样子的这个化身，所以我们称为他是第二佛啊，释迦牟尼佛以后的可以讲乌金第二佛。这个莲花生大师啊是非常伟大的。那么我们再提一下道果里面，其实道果里面这个卓米意识实在是很伟大的一个意识啊，他是所谓意识，就是他能够从藏文翻成梵文，他懂得梵文，又把梵文啊翻成藏文，就称为意识，翻译的师父。那么卓米意识呢，花了很多的功夫到这个天图，也就是说印度啊，古代的印度，去学了很多的法回来啊，他教了很多的弟子啊，其中几个弟子都是很有名的啊，上回讲过这个结疑派的玛吉拉尊啊，玛吉拉尊尊者，上回讲过结疑派的玛吉拉尊者是跟达摩祖师学过法啊，跟我也是这样子很直接就讲，玛吉拉尊是女的，达摩祖师是男的，
他们有双运啊，有双运。那么当初的时候啊，这个双运并不为藏人所接受，但事实上他们双运的时候啊，这个那时候啊，有藏人打开他的房门，结果看到的啊，并不是像那个海涛法师所讲的，这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他的先生跟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女士啊在一起那个模样，而是整个房间都是光亮的，都是光明，都是光明，看不到人，只是一个光明，啊，一片光明，就是玛吉拉尊跟达摩祖师。那莲旺上师，达摩祖师的藏名叫什么？帕当巴桑杰。啊，当巴桑杰，这是帕当巴桑杰。因为他懂得那个达摩祖师在西藏的名称。啊，达摩祖师当然是禅宗的，禅宗的这个祖师啊，西天第二十八祖，东方第一祖，也就是中原的啊禅宗的第一个传承，也是印度传承，就是达摩祖师，当巴双杰。他到最后，他有到西藏去，那么传了就是结义派，啊，很了不起的这个西藏的一个派哈，结义派。现在虽然没有了，但是事实上他的传承，他的法一直流传在西藏。另外还有一个很伟大的啊，就三素尔，素尔波切，啊，素尔波切也是卓米义师的弟子，他是三素尔，到最后变成三素尔。三素尔，什么是三素尔？大素尔、中素尔、小素尔，就像我以前称这个老上海啊、中上海、小上海啊，因为有三个弟子，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啊，就称他老上海，啊，年纪中等的就是中上海，啊，年纪比较轻的就叫小上海，啊，这个三个，他其实这个三素尔是富他们一个家庭，啊，像就素尔啊，三素尔，他们是灵马派的传承的祖师，也是辈分很高的祖师爷。灵满派的，那卓米义师的弟子有这个结义派的祖师，有灵麻派的祖师，另外还有白教的祖师马尔巴，也是跟着卓米义师学法的。哦，白教的祖师啊，这个马尔巴也是跟他学法的。最重要的，他最重要提到的，就是昆氏家族，萨迦派的祖师，也是跟卓米义师学法的，跟卓米义师学法。哦，这个就是很不简单了。那这个卓米义师在西藏来讲起来，就这个名气哈，他的名气，他的那个都是很大的。那么这里所提到的呢，以后他有提到这个昆氏家族，昆氏家族就是萨迦派的祖师啊，萨迦派的祖师，昆氏家族那个时候，他有讲他整个昆氏家族的经过。那什么叫做萨迦派呢？它是依照地名起的名字，这个萨迦两个字就是叫做灰土，
啊，灰色的土壤，灰色的土壤是沙加，沙加的意思就是灰色的土壤。他因为在灰色的土壤里面建了寺庙，所以才叫做沙加派，啊，沙加派。那么为什么又叫做花教呢？因为花教大家都知道，这个花教是因为它的这个寺庙的墙壁画了很多的颜色，花花的啊，颜色不同的颜色，所以才称为花教。那宁玛派呢，就称为红教。啊，格举派呢，就称为白教。那这个格鲁派就称为房教。啊，现在目前来讲，在西藏就有这个四个教派。啊，红、黄、白、花，啊，四个教派。那这里写着昆氏家族的历史，再来呢，从这里开始呢，全部是昆氏家族的历史，也就是说发教的历史写在这里。因为在卓米义师众多的弟子中，后来最有名的要算是昆贡切杰波这一系。贡切杰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道果，道果本身就是发教最高的法，啊，沙迦派最高的法，所以当然把他的这个通通都讲出来，把发教的历史通通都讲出来。啊，大家听我讲这些啊，这个其实这个是属于他们这个发教的历史。就是发教的几个人的历史。最后，雅邦吉与罗萨家人萨美相争，就是彼此之间也有一种斗争存在。然后降服了家人萨美以后，妻与其妻又生了一个儿子，这因为是以罗萨结怨中而生，故名为昆贝结，也就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在仇中所生，在冤仇里面所生的小孩。这是讲他们这个昆氏家族的历史了。以后呢，就变成昆系，昆系就是他们家族的这个系列啊。这个昆系到了昆贡彻切泽波时，这个人呢，啊，首先刚开始是信仰宁玛派，也就是红教，信仰宁玛派。后来听到卓米义师的大名，就到了柳谷龙依止这个卓米义师学习道果的教法，啊，这个人可以讲是第一个学习道果的教法。以后呢，在后藏中期河谷的沙迦地方，就是灰土，建立了沙迦寺。这个地方叫做后藏中期河谷的沙迦地方，就灰土的地方，建立了沙迦寺。那个时候是1073年，啊，1073年。后来就以地名成为寺名，寺名就成了教派的名字，就叫沙迦教。沙迦教，这个都是讲他们的历史啊。贡切杰波晚年才得到一个儿子，在他59岁那年才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做贡嘎林波。贡嘎林波，
这个贡嘎林波出生的比较晚，在他十岁的时候啊，这个贡切杰波便逝世了，所以他学道果没有，好像是学了一点点，只学了一点点，便没有完全。这个时候呢，贡切杰波曾将沙迦寺拜托这个巴里仁波切代管九年。那么贡嘎林波虽曾向其学其父学的部分的秘法，只是一部分的秘法，但主要还是向巴里仁波切学法。此外，在贡嘎林波21岁的时候啊，遇到了87岁的色敦衮日，由于其间因缘未足，没有办法听受到色敦衮日的道果教授。但这个色敦衮日也很快的就入了极灭，他也没有学完全。这个时候啊，贡嘎林波啊没想到这个事情，就问谁还有道果的教授呢？后来才知道，这个贡巴瓦尚有此教授，他就跑到贡巴瓦那里去求道果的教授。贡巴瓦认为这是一件难得的缘起，便将所有的道果完全传授给他，这个最重要是这一点，他得到完全的道果的传授。这个贡嘎林波一直享贡巴瓦4年，完全得到他的圆满教授，他一直他4年才完全得到道果的教授。甚至传说中在毕瓦巴，毕瓦巴也就是这本道果的作者，毕瓦巴也曾经到过沙迦传他的法，到了沙迦传给他法。这个贡嘎林波学到了许多连他父亲也未学到的法要，他父亲本来就是有道果的，但是没有办法完全传给他，所以他到处去学道果的法。但今天大家能够在这里听道果，也是很非常的稀有啊，非常的稀有。这个道果啊，曾经有多到18种不同的教授，自贡嘎林波以后，道果完整圆满的教授便完全属于沙迦派，便完全属于沙迦派。在这个道果在弘传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在卓米医师医治波叶因陀罗流之后，学了道果4年，而沙迦贡嘎林波向降贡巴瓦学道果也是经历4年。也就是说，祖师爷学了4年的道果，那么这位这个贡嘎林波也学了4年的道果。在两次传承重要的剃坛的时候，这是相当耐人寻味，刚好都是4年，刚好都是4年。那师尊学道果是跟这个，这会讲到师尊学道果，这个我会以后这个文章里面会谈到。至于道果传入沙迦派以后，便在沙迦历代的世系中次第相传不绝，其间甚至宗喀巴，
就是黄教的祖师爷，宗喀巴是黄教的祖师爷。那黄教的现在就是整个西藏都是黄教在执政，最早的时候是最早执政的，在跟政治有关的是萨迦派，最早，再来是格吉派，就是白教，到最后了就是格鲁派黄教，黄教执政。啊，宗喀巴依丞相杂巴降妻仁波切学过道果的法要，啊，黄教的祖师也学过道果，就是宗喀巴，宗喀巴学过道果。这个萨迦派的密教传承到了十五世纪，出现了三个支派，有一支是俄钦贡嘎双波所创，他承认第十任萨迦的寺的寺主，在48岁的时候创建了埃网切城寺仪，这个叫做二帝吧，此派便称为俄巴派。贡嘎支派则由图登贡嘎男爵于前藏贡嘎以东处建立了多界殿寺。这个是讲这个发教的历史啊，其支派就由查钦洛色嘎措以萨迦以西南木以南之地建立图省格佩寺，在此之后萨迦派才有所谓的这个俄巴派查巴传承，其实在本源上仍属萨迦一派的传承。啊，在近代啊，讲到近代，由于藏传佛教广传，在印度、尼泊尔、美国、澳大利亚都有道果的红传记录，尤其在1990年尼泊尔已曾有一次属于昆系世系首次在西藏之外的地区出传昆氏道果的教法，传法则就是经常往来台湾的萨迦派第36代教主达钦仁波切。如果将来因缘成熟，或许这个教法会根植于师徒，依未可知，务当引领以待。这是作者本身写的。那么写的所谓达钦仁波切，他在1929年出生，就在前年吧，还是今年？今年过世的是吗？啊，今年过世的，就在2016年过世的。2016年，达钦仁波切就是我们现在美国西雅图巴拉地区的萨迦寺的寺主，就是达钦仁波切。那么师尊那时候住在巴拉，我现在就讲到我，我那时候住巴拉。那么巴拉呢，从往下走，我住的地方啊，凌仙阁往下走，一直往下走，就可以走到这个一个菲德玛雅，那里的菲德玛雅哈，巴拉的菲德玛雅，菲德玛雅的前面的几条街，萨迦寺就在那里。那我不知道那里有萨迦寺啊，我住在凌仙，就是住在巴拉嘛。那其实走路都可以到萨迦寺的。那有一次呢，我到那 Green Lake， Green Lake 就是叫做
利啊利弗 Wooden Lake 看到一个喇嘛啊，这个一个老喇嘛在那边念咒，念得很大声。我上去问他啊，跟他问讯，他就是沙迦正空上师，他是属于沙迦寺的。沙迦寺是他到欧洲跟美洲各地弘法筹来的钱，则盖起来，把它盖起来，然后达钦仁波切当寺主。达钦仁波切的妻子，讲到他的佛母啊，达钦仁波切的佛母，我那时候所知道的是说，他是沙迦正空上师德松仁波切的这个妹妹，那时候我认为她是她的妹妹。后来呢，有人改正，就认为说那个达钦仁波切的佛母是这个德松仁波切的侄女，而不是妹妹，是侄女，是侄女。啊，有人帮我改正，因为我认为是他的妹妹，那时候也讲不清楚，到底是妹妹啊，德松仁波切的妹妹是达钦仁波切的妻子，就是活母。那听他说法很大声，然后我就跟他学了《洗金刚》跟《邪道果》。啊，在那一段时间，就在巴兰那一段时间，我有这个以他为师啊，给他做大礼拜，以他为师，这就是德松仁波切。沙迦寺离我家太近了，走路都可以到。那时候我开一部车子是红色的，叫做 Mercury。Mercury 叫什么？翻成Mercury， 好像是叫海王星还是怎么样子？是美国车啦，啊 ，Mercury 啊！我那时候开一部红色的，那时候我还没有驾驶执照。但是我经常在附近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是开着车子乱跑，每天都要开着车子出去练一下。结果在 Green Lake 遇到了这个，好像叫这个一个老喇嘛在那边念咒，念得好大声哦，念得四周围的人都看他。那我知道这个是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人啊，上前，他就是德松仁波切。我称为沙迦正空上师啊，沙迦正空上师。结果他传给我《洗金刚》，《洗金刚》就是我跟沙迦寺的因缘，跟沙迦派的因缘，所以我有沙迦派的传承，就是这样子来的。这个达钦仁波切啊，就是沙迦寺的世子，也就是昆氏四系当中的一个系，在美国西雅图建立的沙迦寺，沙迦寺，啊，在巴拉那地方建立的沙迦寺，啊，很多人都去过沙迦寺的，去过了几首，哇，你看这么多人去过，因为我我讲了巴拉沙迦寺，哈，好多人就跑去看这样子，跑去看，其实寺并不是很大，因为在美国募款并不容易啊。到欧洲，到美国，其实德松仁波切他去把它建立起来的，其实就是一栋房子，买下一栋房子，改建成为寺庙。那么达钦仁波切曾经到台湾，跟我们正佛宗的弟子结缘。后来他回到美国，这位弟子就
介绍达钦仁波切到了西雅图雷藏寺。达钦仁波切有到西雅图雷藏寺来，昆氏家族其中一个教主，他有两个教主，一个是齐庆，一个就是达钦。那么齐庆在印度，达钦就在西雅图，就很近的。那我做护摩，那请他来看，请达钦。那时候达钦有跟一个喇嘛一起来，跟一个喇嘛一起来。好了，那次法在法会当中有谁在？护摩啊，护摩啊，护摩都没有啊。啊，就雷藏寺门口做护摩哎，你们多少人在这里面的人有谁在？师母一个，哦，有了，雷宁一个，哦，哦，你也在，嗯，你也在，对，都是在的人都年纪很大了。好，我们跟他的因缘很深，他也到过这里来参加我们的护摩过，就在这个西雅图雷藏寺 的那个广场，那个圆圈的地方广场做过一次护摩。啊，他有来，他有来，这个我们有照相啊，在我的那个书里面有我跟达钦仁波切两个合照的啊照片都有的。所以我们跟那个教主跟发教的教主都有来往过，都有来往的记录。啊，他也来参加我们的护摩法会，他也来过。他年纪很大的时候啊，这个像龙主啊，龙节，也就是恰拉烫的海洋节，那么我们也摆摊位在那里，摆摊位。达钦仁波切经过的时候啊，他看中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手转经啊，手转经看中我们一个手转经，他拿起来手转经在那边摇啊，问说多少钱，他没有买，他没有买。如果我在场，我就会把那个手转经送给他。那个时候负责在那边的负责人就是那个九如法师。啊，九如法师一看达钦仁波切，达钦教主啊，这个是发教的教主，他坐着轮椅来，那时候他脚已经很不方便，年纪很大，坐着轮椅来拿着手转经，很喜欢那个手转经，然后他要拿走，这个九如法师就把他抢回来。你没有拿，没有出钱买，我怎么可以给你？你看嘛，这个就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有眼不识泰山。这个教主哎，花教只有剩下两个教主呢，一个就是西雅图的达钦仁波切，一个就是印度的齐庆法王。这个教主到了你的摊位面前，给你拿一样东西，你都不给。真是九如法师，真的是有够小气巴拉的。九如法师在哪里？他还在活计部。对呀，他摆摊子在那里，听说九如法师就是不给他，他两个人抢来抢去的。你看嘛，这里记载的传法的人就经常往来台湾的萨迦派第三十六代的教主达钦仁波切。你想一想，他就离我们不远，他也到过我们西雅图雷藏寺。那我在 Green Lake 也碰到他的这个啊，萨迦正空上师，那这个因缘多么好！啊，萨迦寺你们也都去过，很多人都去参拜了。
它是道果跟洗金刚传承最重要的传承人，而且是教主的身份。这个齐庆如果走了，就是达钦当法王，达钦如果先走，就齐庆当法王，他们两个是昆氏家族的，现在就剩下这两个传承。居然跟我们抢那个手转经，这样在那边抢啊！九如法师明明知道他是达钦仁波切，对不对？你还送就应该送了，对不对？那时候整个汤的东西通通送给他也无所谓啊。那连那个手转经你也不送给他，实在。这也很难讲了，很难讲了，因为我们初步的 school 当初的时候在这边成立，他来了，他看到我们西雅图雷藏寺也是蛮惊讶的，我们能够在这里。那时候他也是很勉励我们，勉励我们好好的这个，他说不错啊，你们做的护摩很好啊，他跟我讲你们做的护摩非常好啊，啊 一点都是照规矩来啊，仪轨也都是很正确啊。那达钦仁波切说认为我们的仪轨非常好，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子做非常好的，很微妙的做得很好。啊，他也听说了，他也听说我们好像是旁支啊，旁支就是旁边的一个支派，并不是好像很那个，好像说那个，但是他来看，哎，我们的护摩做的，他说很好，啊，达钦仁波切当初的时候非常赞扬我们的。只是整个发教萨迦派的这个历史都在这一段文章里面，当然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并没有那么简单的，也就是它的传承的过程。你看36代的教主到过我们这里，而且我们现在随时都可以到萨迦寺啊，我们去的他们都很欢迎，萨迦寺的那个里面的寺主啊、智厨、住持，听说传给他的那个达钦仁波切传给他的孙子啊，传给他的孙子，这个儿女并没有得到传承，是传给他的孙子啊，隔代传给他的。讲一个笑话吧，体育课要做蛙跳运动作，体育老师啊要教所有同学都要做蛙跳。什么叫蛙跳？是青蛙跳啊，青蛙跳就是蹲下来那往前跳啊，往前跳像青蛙的姿势这样子蛙跳的，蛙跳的。然后说老师就体育老师就问了，谁以前受够伤可以不用做？如果受够伤的当然不能做啊，做的脚受伤了或哪里受伤。有一个 A 的同学讲，我脚断过啊，你这个脚的骨头断过当然不能做蛙跳哦。啊，同学 B 说我的手腕断过啊，手腕曾经断过也不能做蛙跳，蛙跳的时候手也要摆起来，利用手的力量跟脚的力量这样子跳啊，手也断过不能跳。这个小明就讲，我的系带断过。啊，我的系带断过啊，小明就讲我这。这次小明没有滚出去，只是老师给他补罚跳了一节课，多跳。
哪一个人鸡蛋没有断过？每一个人鸡蛋都断过了，出生的时候都要把鸡蛋剪断了，啊，鸡蛋断过算什么？这个我讲这个意思，啊，这个传承都是有的，啊，传承是不能断的，啊，传承是不能断的。所以我讲过嘛，这个像那个我黄教的传承，哦，就是甘珠佛爷，甘珠佛爷，他传给这个图登尼玛，提登尼玛传给图登达利，图登达利，那么图登达利呢，这个传给这个图登达吉，图登达吉呢？传给师尊，就是图登奇摩，这是师尊的黄教传承，黄教的，所以图登达吉传给图登奇摩，是那时候我在这个图登达吉的地方，他给我的法号叫图登奇摩，这个传承是不能断的。那么师尊的这个传承啊。传给底下的上师，啊，跟所有的同门，都是同一个传承，都是同一个传承，你不能断的，你一断了，你传承断了，你的密教就断了。所以你如果离开出不了 school， 你就是断了传承，除非你去再去拜别的师父，再去学法。啊，去拜别的师父啊，再赶快再去学法，再把传承再从你师父那边的传承再接下来。你已经断掉生活中的传承，你就连图登达吉这个传承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好像是说像白教的传承，啊，白教的传承也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从那个啊，帝洛巴，我们从帝洛巴讲起，帝洛巴传给那洛巴，那洛巴传给这个马尔巴，那马尔巴呢传给弥勒日巴，弥勒日巴传给甘波巴，啊，甘波巴。甘波巴传给第一世的大宝法王杜松千巴，然后一直第一世一直到十六世，十六世的卡玛巴他就传给师尊，啊，现在已经有转世，十六世的大宝法王转世成为两个，第十七世大宝法王一个就是乌金赤烈，现在在达兰萨拉，啊，在达兰萨拉的乌金，印度达兰萨拉的乌金赤烈，那么一个呢，在尼泊尔，在这个印度，啊，在尼泊尔，在印度，也在印度，也到过很多地方的，这个是泰雅多戒。那么十七世大宝法王，我见过一次。就是泰雅多戒，在台湾的时候我见到泰雅多戒，因为我刚好是在经典酒店的一个餐厅这边吃饭，泰雅多戒在那边吃饭，到时候那个刚好餐厅的这个老板这个说，哎，隔壁有跟你们穿一样衣服的啊，他就是第十七世的大宝王泰雅多戒，那我刚好在这边，到时候他安排一个房间让我们一起见面，啊，跟他见面的当时在场的有几个人，都是师母，哦，莲正也在，莲正那时候还没出家吧，啊，你出家了OK， 还有谁，哦，莉莉法师也在，那是第十七世大王泰雅多戒，因为变成两个，一个乌金赤烈，他有到西雅图来弘法，但是我们不敢去见他，为什么？什么原因？有一点政治因素，
所以没有去见他。啊，一点政治因素存在，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里，他属于达赖喇嘛的，那我们更不敢见，对不对？那属于这个楚古氏的，我们就可以见。啊，楚普氏，楚普氏是就是大宝法王最早的寺庙，在西藏的楚普氏，这是一个传承啊。啊，你白教的传承也没有了，啊，这个花教的传承，你如果离开楚普拉斯库，那你白教的传承也没有了，花教传承也没有了，黄教传承也没有了，这个红、黄、白、花的四教传承你都没有，这个传承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传承蛮重要的啊，不是不能断的。这个老伯把头发剪短，剪了个蘑菇头。回到家呢，我嫌弃到不行。六岁的儿子安慰地说：“不会啊，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老伯一阵欣喜，忙问：“看起来怎么好吃呢？”儿子说：“因为越难看的蘑菇越好吃，好看的蘑菇都有毒。”老伯气地讲：“今晚老娘罢工，晚饭你们父子两个自己处理。”谈到这个蘑菇啊，这个显教就讲说，释迦牟尼佛因为吃了铁匠的供斋啊，那个铁匠最后供斋吃了，显教就讲说他吃了毒蘑菇，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得了这个啊肠胃炎，很严重的肠胃炎脱水，然后还没有到家，他就延寂在双螺树下啊，还没有到家，要赶回去的半路上，他就脱水。那密教就讲说，他吃了腐败的肉；显教说他是吃了毒蘑菇。密教就讲说他吃了腐败的肉，到底是毒蘑菇还是腐败的肉？当时在场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因为谁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舍利佛早就延寂了。舍利佛比释迦牟尼佛，他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延寂以前，他先回到自己的家乡延寂。舍利佛是离开释迦牟尼佛回到自己家乡，然后在家乡延寂，比释迦牟尼佛还早延寂。他在师父走之前他就先走，是舍利佛，所以舍利佛不知道啊，他到底吃了什么，他天上看，哎，是吃了什么他知道，如果不是在天上看他吃饭就不知道，这都很好玩的，很好玩的事情。有一个人死了，但因为这个不想忘掉前世，所以就他没有喝这个孟婆汤，这是中国的这个啊，中国的讲的，喝了孟婆汤，你要转世以前喝了孟婆汤，你就忘掉你的前世。不喝孟婆汤，他还记得你，记得前世，所以他没有喝孟婆汤。过这个奈何桥的时候啊，遇到了这个鬼王检查，这鬼王就问了：“你喝了汤没有？”他就撒谎，他就讲说：“喝了，我喝了。”这个鬼王又问了：“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还不错，只是淡了一点。”这鬼王就冷笑一声：“记得很清楚嘛，回去重喝。”
这个不能作假，什么事情都不能作假啊，师尊的传承不能作假啊，师尊的传承不能作假啊，传承不能造假的，你有这样子的经历你才有那个传承，你学了什么法就有那个传承啊，不能造假的，不能骗人啊。你说你喝了没啊，他没喝假装说有喝，对不对？这 一下子就检验出来了。你看我洗金刚写得多么完整，洗金刚啊写得多么完整，还写出洗金刚讲义，那是非常完整的一部洗金刚。洗金刚跟道果是结合在一起的，是结合在一起的。你看懂了洗金刚，道果也差不多都认得清楚，很简单，就是这样子讲。所以这个传承啊是不能够断的。我们沙迦寺就在这里啊。啊，他们沙迦寺里面以前的世祖，他是这样子讲。他说德松仁波切呢，就回到了他的故乡以后，回到故乡，曾经有回到故乡，他跟人家讲。而且这个世祖也听到了，不是达金仁波切，不是达金仁波切，是另外一个住持，也就是说达金仁波切请来做沙迦寺的住持，哦，那这个住持也到过我们西雅图的藏寺，那时候我们有问他，啊，他说有，他说德松仁波切啊。回到了故乡以后，曾跟很多的大喇嘛，啊，大喇嘛这个大佛佛讲，他在这个西雅图曾收了一个汉人弟子，中土的弟子，也就是汉人的弟子，他在西雅图收了一个汉人的弟子，而且跟他讲了很多的法，啊，这也是事实，因为德松仁波切。生前回到家乡的时候跟他们讲，他也听到了，这位住持也听到了，所以他到达我们西雅图雷藏寺的时候也讲说有啊，德松仁波切曾经收了一个汉人的弟子啊，那个人就是我，就这样子。啊，那是不可以乱讲的。那个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巴拉的时候，晚上都是溜出去的，晚上我都是出去的啊，没有出去就在家里，有出去晚上我就溜出去。哎，师母，我晚上有溜出去啊，我住巴拉的时候白天我一定要出去，晚上我也一定要出去，有没有？有，我就开那一部车，我说我出去练车，啊，我出去开车是练开车了，练开车，在那个社区绕来绕去，然后绕到沙迦寺。哦，这个是我在练车，其实是在求法，其实是求法。晚上我也溜出去，那师母就觉得非常的生气。晚上怎么可以溜出去？到底出去干什么？因为德松仁波切讲说，我收你做弟子，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敢讲。他有交代说，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传你什么法，不要这样子。所以他给我很多的这个沙迦寺的这个黑宝丸，他给我好几盒。好，你们找到了几盒？对啊，给年龄带回去那是一盒，我这里还有一盒。对，那就是
他给我沙加寺的这个黑宝丸，就是花教的传承信物，很大颗的一个很大颗的黑宝丸，这是传承信物，这不是假的嘛？啊、哦，沙加寺的这个黑宝丸，用一个盒子装的，用一个盒子装的，很漂亮。哦，那是德松仁波切，是我的上师啊，德松仁波切，有哦，嗯，哎，那这个讲完了，还有再卡比吗？有哦，你再继续卡比。我再讲一个笑话作为结束吧，哈。这个董事长接到律师的电话，律师讲：“董事长你好，我受你夫人的委托，告诉你一件事。你夫人发现了一张价值1亿元的照片。”董事长听闻了，非常的开心，就问律师：“是什么照片呢？这么值钱？”律师说：“是你和你的女秘书的裸照，价值1亿元。”我谈到价值的问题，传承是很重要的，那是价值，那是价值。对不对？我们学法这么多年，你跟着师尊学，你看多少法，灌了多少顶，灌了 多少顶，学了多少法，把几个法要通通都讲了，很重要的法要通通都讲了，还灌了多少顶，学了多少法，你一下子把它抹掉，然后重新再来学。像附魔，对不对？你如果断了这个法脉，你还能够做附魔吗？你必须要去求别的上师再给你灌顶附魔，而且再教你他的那个宗派的附魔的法，附魔的法，怎么做附魔的仪轨，重新再学过。这法脉是不能断的，这法脉是不能断的。像师尊来讲，我全部把过去的法全部不要，我重新再拜一个师父，再学法，多辛苦啊！那以前你学的那个，你要不要啊？你说不要，我通通不承认了，我的上师我通通都不承认了。这个16世大宝王卡玛巴。了明和尚、沙迦正空上师、图能达吉上师的法脉，我通通都不要了，我重新再去找一个上师，再去学法。那你以前所学的那个不能用了，你用了就算是道法，那你要重新再学，很辛苦的，因为每一个法，可能每一个人师父教的便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传承很重要，就是在这里。Om Mani Padme Hum。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唱诵者准备。
雷藏寺有以下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7月24日星期日下午3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主持大日如来护摩法会及赐受大日如来法灌顶讲授道果。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法会。西雅图雷藏寺举办丙申年阿弥陀佛西斋超度秋季大法会，恭请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亲临主持授传大力金刚法，仅此一次法缘，今生永不再传。法会时间8月27日星期六下午2点，在美国西雅图梅登堡会议中心。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护持参加，珍惜千载难逢授传大法的殊胜法缘，同沾法喜，共沐佛光。详情请参看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 tbsn.org 或西雅图雷藏寺网站 tbsseattle.org 查询。根本传承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佛驾美国洛杉矶义乳雷藏寺，将在8月9日主持大幻化网金刚水供大法会，详情活动请大家参看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 tbsn.org 查询。慈悲的根本上师再次应援众弟子，将于9月4日星期日在彩虹雷藏寺七星落地的风水宝地，亲自为大众主持升机仪式，请大家把握此难得改命运大转化的好机缘，请尽早把升机物寄来。详情请参看真佛宗全球资讯网站 tbsn.org 查询。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Oh.
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根本上师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恭请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大家起立做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 Hum。二拜诸菩萨。Om Ah Hum。三拜诸护法金刚。 Om Ah Hum。 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谢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贵宾、同门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log. Thank you for viewing.